在张三练渐入佳境之时，撒贝宁也让自己转变心情，将自己调试到较为轻松的状态。跳舞央视被娱乐化，综艺一哥。近日，撒贝宁化身舞者参加《舞出我人生》节目录制，作为选手参赛，撒贝宁与女伴激情热舞。不过在现场却频频出现小意外，由于撒贝宁力道太猛，将女舞伴甩到了地上，两人脸上表情惊恐万分，动作夸张，窘态十分。此前撒贝宁在录制节目时也由于跳得太过投入，抱起女舞伴时还导致对方裙子被掀起，露出安全裤。看着撒贝宁陶醉的表情，有网友看不下去了，调侃道：“小撒，你跳个舞也太投入了吧！小张同学在看着呢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，还是矜持些好。”